去世的时刻到了，我没有留下遗嘱，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。我并不是英雄，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我只想做一个人。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，我只能选择天空，绝不跪在地上，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，好阻挡那自由的风。从星星的弹孔中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。